Yuki 还收我一个塑胶袋40 cents 啊！哇 ，Yuki， 你没拿枪，比我还敢抢嘞 ！Yuki， 你这样子欺负燕燕就不对了。我不需要听你们的意见，这里我说了算。你不用装可怜，我天生就是铁石心肠的。呀、yeah, ，天下的老板都一样的啦，很会算呢、啊。啊，对了 ，Yuki 啊，我要打包十份 house mail， 那饭盒。十份？你自己一个人住的哦，打包这样多做么？我帮我的新房客打包的。哇，有这样好的咩？我有收 service charge 的，一份哦，我收1块钱。哇，你比那个马云还会赚钱哦。燕燕，你也帮我打包一份 house meal。好啊，你的饭盒嘞？啊，我哪里有多余的钱买饭盒？我连吃饭的钱都不够了咯。哎呀，你可以帮燕燕买一个40 cents 的饭盒吗？用了洗干净再用啊，环保啊。嗯，我连洗碗液都没钱买了，反正燕燕也会给我免费的啦，啊、哦。这次不给啦，40 cents 拿来。哦，可是我只有4块钱，一份 house meal 3.99块，我只剩下1 cent 呢。那我帮不到你啦。如果我不收你的钱 ，Yuki 会扣我 double 薪水啊！好，最后一次啦，真的最后一次，求求你啊！好啦，不要跟 Yuki 讲啦。嘘，吴燕燕，你又不收饭盒钱啊？你有顺风耳啊？你怎么听到的？老板装了新的 CCTV 啊，还有麦克风啊，你们刚才讲的话全部都听到了。你不收他钱，他打电话来骂我啊！给钱。你又说你只有4块钱。